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牧人青草地的时间。那今天是进入到创世纪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就是紧随着挪亚这一家出方舟的故事。那我们知道挪亚一出方舟，整个世界全部都是新的，因为前面神说我看到这世界罪大恶极，所以我要毁灭凡有血气的，全部都要毁灭。一切生物保留的一公一母七公七母在这世上，其他的全部都毁灭。所以当他们出方舟的时候，这一切都是新的。所以我们题目是新世界的开始跟立约。那本来的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先探讨一下，神创造天地，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有秩序，我们都曾经讲过，那时候也立过约，也就是说凡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在这里你可以享受神给你一切的恩典都可以。但是那时候人毁约了，亚当，所以咒诅来到这世界，所以罪恶就进入到这里面来了。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的世界，我们是不是要防患未然的，免得重蹈覆辙这个新世界。结果呢，好，就是今天我们要说了，这世界人在这试探里面还是一样遇到很多很多试探，还是出现了很多很多罪恶，但是现在有前例可循，所以神就把以前的事情当作例子。所以常说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像以前那样子一样，挪亚的日子。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看看挪亚日子怎样，耶稣再来的日子也会怎样。所以我们今天看新世界的一切的时候更要留意。那我们首先来看，当时说的是凡有血气都要毁灭。有一天神说不是只有这样哦，神答应不会再用洪水，但是会用什么呢？硫磺火。不但是凡有血气的，包括凡有形质的物质的都要毁去。也许淹过大水，但是物质还在啊，但是有一天毁灭的时候是凡有形质都要过去。所以我们更要留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首先我们就来看新世界开始跟起初一样哦，神立约并且告诉你说你管理地上所有一切，所以神才说地上所有动物、空中的飞鸟、地上的所兽都要被你管理，因为你是神，唯有神与你同在的尊贵，他们都会怕你。然后你生命还是一样成为以前所说的菜蔬这样的一个尊贵给你，包括活着动物都可以做你的食物。哇，这是很尊贵的呢。但神在这个地方再一次说，但是你留意一件事情，这不是血的问题。虽然圣经说的是凡带着血，但是它指的是指生命，你不要在生命当中来做毁坏的工作。所以只要带着血你要留意。那有些人就会说，圣经不是说凡带着感谢的心凡物都可以领受吗？好像是对，但是如果我们明知道神不喜悦这样子，虽然他没有说你吃了血就会死，但是如果明知道神不喜悦，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做呢？所以第一点我们就开始讲约。那这讲这个约的时候说我跟你们立约，好，进入到约了。神说这个约是有记号的，就是红在这个地方当中。我跟你们立这个永约，这个永约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世界末了，我都答应你哦，我不会再毁灭世界，我给你机会。弟兄姐妹，我们也想一想永约的观念。有一天大祭司救赎我们，大祭司也是说永远的大祭司。好，那我们都知道是神在我们生命一直参与我们在神面前的救恩。那这个立约神说了就算数，红会在当中成为记号。啊，感谢神啊，这个记号每次看到的时候就是神跟我们立约的故事。当然我们知道这恩典从此会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还是要留意哦，生命的恩典如果人不在乎或者人随便
轻慢了主耶稣基督的爱，神的救恩轻慢了那个尊贵，人任意而行的时候，自高自大的时候，那就是毁约的时候，咒诅照样会来。在伊甸园的时候，咒诅来了，所以人被赶出伊甸园，伊甸园变色了。那我们来看看，挪亚他们出方舟之后，一切都成为新的立约，新的故事。但是在这个地方，马上看到新的咒诅了。那我们来看，在这咒诅的故事里面，我们看那一天，挪亚出来以后开始做农夫，然后摘了葡萄园，然后在葡萄园里面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那我们看到他醉得醉醺醺的倒在地上，而且是赤着身子。那圣经告诉我们说，韩迦南的父亲韩的儿子叫迦南。那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要把迦南弄进来，很有可能是迦南看到去跟父亲讲，然后父亲韩在这个当中就做了一件事情，他没有在这当中保护父亲，他反而去渲染，让他两个兄弟知道。然后那两个兄弟知道之后，不敢好像侮辱了父亲的那样的尊贵，赶快拿着布衣服倒退，把父亲盖上，遮盖他的耻辱。那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挪亚醒过来之后，知道这件事情，圣经开始说了，咒诅又来了，迦南当受咒诅，因为你不尊重。所以这边出现了好几个字眼，都是叫做奴仆。迦南，你必做你兄弟的奴仆的奴仆，这是很严重的咒诅。请问有这么严重吗？弟兄姐妹，关键就是不尊重，不尊重，让自己任意而为。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始看三兄弟闪、韩、雅弗，神特意让闪成为一个最尊贵的，所以说耶和华是闪的神，然后雅弗扩张，跟闪一样的丰富，住在闪的帐篷里面，所以雅弗跟闪都成为祝福。但是韩呢，我们来看到，因为你不尊重，因为你在这个当中让耻辱临到你的父亲，你任意而行，让自己提高自己的自大。那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神就说，在这个故事里面说，愿迦南做闪的奴仆，然后雅弗跟闪一样的丰富，然后迦南又做雅弗的奴仆。所以韩在这故事里面做了闪跟雅弗的奴仆。有时候我们在讲，这只不过是一个故事，没错哦，这只不过是一个故事，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也不是说挪亚说什么就算什么。但是人类的发展历史，果真的，韩的部分在古时以南那个地方成为非洲的故事。那在整个地的贫瘠人文的历史里面，他们就常常变成奴仆。所以在人类历史里面酝酿出好多的悲剧，贩卖黑奴的故事，然后他们的水平各方面都成为咒诅。但是我们常思想啊，他们很无辜，其实这世界没有什么叫做无辜或者是尊贵。直到如今，整个世界又进入到当时的咒诅了。弟兄姐妹，圣经说耶稣再来的日子怎样，请注意，就像挪亚的日子当时一样。所以我们看了这些故事，希望给大家一个提醒，神本来把应许给我们，人如果自高自大，在任何事情上渲染别人的错，渲染别人的耻辱，那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样的咒诅会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特别是为自己的父亲，这是有尊贵，这是一个尊重。如果我们常常会这样想的话，神也知道我们的心，这是新的故事。好，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会进入到新的一个发展，闪、韩、雅弗
他们进入到人类历史。从明天开始，我们会请恩荣牧师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第十、十一、十二三章。我们希望大家在灵里面一起看到人类历史里面给我们的警告跟提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一起成长，一起活泼，一起明白神你的心意，让我们更朝向神你的喜悦而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今天的赞美花园。今天要聆听的诗歌是《空谷的回音》，也是一首年代久远的诗歌。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是二十几年前在美国的教会聚会时所唱过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里面总共有四节的歌词，歌词里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在呼唤着浪子要回头的故事。记得十几年前，在一位好姐妹开放自己家里接待新朋友聚会时，我们举办了最早第一次类似福音茶会的小型聚会。那次所带领献唱的诗歌就是这首《空谷的回音》。在歌词里面仿佛已经传达了我们对慕道友、新朋友的心情与发出接受福音的邀请。每回在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也同时在对自己说话：耶稣基督救赎主，他必使你得饱足。生命如果没有找到着力点，没有认识创造主，找不到意义何在，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以后要往哪里而去，这是何等空虚的情景啊！就让我们把今天的诗歌送给我们所关心、所爱的家人朋友吧。以下一起来聆听由秀梅与慧玲姐妹所演唱的《空谷的回音》。
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存还要赞美他。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乐理教室哦。今天我们有请到浩然传道呢，一起来跟我们学习。今天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复习大小三和弦。那这个大小三和弦呢，其实呢，我们就说三和弦呢，它是三个音，那它是从音阶的第一个音、第三个音跟第五个音组合成的三和弦，这三个音。那在音阶的第一个音呢是哆，第三个音是咪，第五个音是嗦。好，这样子呢就是一个 C 大三和弦。那我们说呢，小三和弦呢其实很简单，你把你的第三个音降半音，所以第三个音就来到降咪这个位置，所以变成哆降咪。So, 好，这就是 C 小三和弦。那其实呢，大家会发现 C 大三和弦跟 C 小三和弦的差异呢，只有在第三个音降半音，第一个音跟第五个音根本都没有改变啊，是不是很简单呢？对啊，真的。那我们以下呢，我们就请我们的浩然传道呢，来为我们示范一下白键的大小三和弦哦。好，那首先我们从 C 大三和弦哆咪。对了，那 C 小三和弦呢，从哆降咪。对，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简易呢？其实呢，有改变的音呢就只有第三个音。好，那现在 D Re。 好，大三和弦。好，拉。对，那因为呢 Re 到升发这才是大三度哦，所以 D 大三和弦记得这个发是要升高的。那 D 小三和弦呢，就是第三个音少半音。对，你看这样的音色呢，就是 D 小三和弦哦，很棒哦。那再来呢 E 大三和弦咪。对，咪到升收呢是大三度，所以这个呢就是一大三和弦。那一小三和弦呢，对，这样就是一小三和弦。
好的，那接下来呢 F 大三和弦呢发，对 F 大三的话呢发到拉呢就是一个大三度了，所以这三个音呢就是大三和弦。那大三和弦会按了之后呢，那小三和弦呢，对，大家有发现呢，它只是把三指呢降半音，这样就是 F 小三和弦，很棒哦，继续哦 ，So， 对 ，G 大三和弦，好，那把三指呢降半音呢，就变成 G 小三和弦，很好，接下来呢 A 大三和弦，对。拉到升哆呢才是大三度，所以呢这样子拉升哆跟咪呢就是 A 大三和弦。好，那我们把三指呢扫半音，对，那 A 小三和弦，对，很好。那最后一个白键呢 C 就是 B， 好，好，对，好，这边很特别哦，我们看到 C 到升瑞是大三度。那 C 到升发呢才是一个完全五度，所以为什么呢，第五个音呢是升发，这一个和弦比较特殊，大家记得。好，那 B 大三和弦会按之后呢，我们就来按 B 小三和弦，对，就是那个升 Re 呢就变成 Re 还原，这样就是一个 B 小三和弦。好，那我们呢知道那个三和弦其实那个根音最重要，对，所以左手呢我们就是来按照按白键的根音，好，就 C 和弦的这个根音，那右手呢就是操练我们刚刚的大小三和弦。那 C 大三和弦呢就是左手呢的小指呢，好，要按那个哆，对，然后右手呢哆哆，对，好，这样一起 C 大三，好， C 小三，对，大家有听到音色不一样吗？再一次哦 ，C 大三 ，C 小三，非常好。好 ，D 和弦的演练 ，D 大三 ，D 小三，非常好。再来 E 和弦 ，E 大三 ，E 小三，好。接下来 F 大三 ，F 小三，对，好 ，G。大三 G 小三，很好 ，A 大三，对 ，A 小三，好 ，B 大三，对 ，B 小三，对，很好。我们发现呢，其实呢，哆到 C 呢，这样子呢，黑白键呢，总共有七组，那他们有大小三和弦，所以总共是十四个。那其实这十四个音色呢都不一样，其实大家用耳朵听，用眼睛来观察手指要移动的位置呢，我相信一定会演练得很好哦。好，那我们呢就是要继续努力哦，因为牧师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呢就是多操练这个三和弦，让它更熟悉。好，那如果更熟悉之后呢，有朝一日呢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浩然传道呢就是在教会的各个角落呢，然后在家里，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配三和弦，对，然后可以自己摇摆，自己赞美，自己敬拜哦，那可不可以来一小段这样的音乐呢？学了三和弦之后就会应用了，哇，要来弹弹看了。好，你看大跟小，小差异只有第三个音而已，其实没有很困难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哦，一起来摇摆，你看它就只有大跟小，它所有移动就只有第三指的改变，是不是很神奇啊？谢谢大家。